大家好，由朝到晚讲下铺啊，今日又要朝头早又走咗去讲下铺，之后汤场联盟有记者会，五点钟走咗去呢个耀才，又讲下呢个 live， 夜晚又同你讲下铺，而家就7:03，2018年4月16日星期一，后面呢间铺 Just Green 收到消息就啱啱成交咗，翻屋企前嘅时候过嚟同你睇睇啊。之前咧都同你报道过噶啦，呢个位两间铺咧影呢度，原本两间嘅时候咧，嗰阵时就市传卖咗4000万 ，turnout 咧应该系卖咗3800万，嗰阵时坚嘅。資料應該賣咗3800万，咁3800万咧就包括右手邊54號鋪啦、52號鋪同埋52號嘅 basement。咁啱啱傳出嚟嘅消息咧，就係呢個52號呢個地下咧就賣咗2900万，咁啊係呢一嚿。咁我諗係連埋 basement 嘅咯，可能係。咁所以如果你話嗰個連埋個 basement 可能2900万，咁54號嘅時候嗰時候就賣咗係3800万。但係你講睇真啲，英英神龍大廈，趁啲車未嚟之前。好嘛，咁啊，總之呢度嗰陣時咧一嚿啦，咁上嚟嘅 SOHO 都必經之位嚟㗎，呢條嘉咸街，由呢個後面側邊呢個位望過去先，得唔得啊？小心啊，小心幅度，小心，呢度總之咧，記啦。我諗呢個係 basement 嗰度有上面個鋪頭啦，咁啊上到嚟呢個嘅 Just Green， 咁啊租金資料我唔係最肯定，但係呢度寫咧就係36000蚊，咁啊1.49厘回報，厘數回報低㗎啦。但係望下呢個位咧，2900万呢度，咁啊啱啱係斜路位，呢度一橛就再加埋下面。Hello?咁啊，你影到入邊啦，啊，大家影到啦，大家得個知字啊，應該就唔嗱，資料顯示就應該嗰陣時買咧就喺度成嚿嘅54同埋52號，再加埋52嘅 basement， 咁連埋起嚟就賣咗3800万。咁啊 ，EPRC 嘅時候登記咗，嗰陣時就講緊係啊2017年嘅時候啊，2017年4月份到啦嘅時間。咁啊，嗰陣時就係包埋曬咁多，但係依家咧就應該就影埋呢邊咧，呢個54號。呢度入邊14號入邊好黑啊，比較黑啲，照住自己塊面。但係就 anyway 個，但係依家咧就淨係嗰嚿嘅啫，就賣咗就2900万市傳啦，我唔知堅定係流啊。咁都 OK， 咁個又亦都現實地，而家市況比2017年嘅時候，而家市況真係升咗上嚟嘛。一年前一年後，而家整體上個鋪市咧，一年前嘅 SOHO 嗰陣時真係差好多嘅。依家 SOHO 開始我覺得上翻嚟啊，好多單成交都成交咗。咁啊需要一路行一路行翻過嚟，講翻呢邊。咁啊需要望翻呢一間嘅鋪頭咯。咁 OK 嘅，呢度光少少，一路同你小心唔好跌落嚟啊！小心你睇，轉個圈，一路講一路轉，小好轉個細圈俾你睇。嗰邊上去就 SOHO 啦。咁啊呢度咧就嘉咸街，咁再慢慢轉翻落去啦，下面嘅就係呢個荷里活道啦。行落去啊，就已經係中環 ，OK 啊，呢個必經之位、必經路線，咁啊廣告效應又大呢樣咁樣，咁 OK 嘅，咁恭喜買家嘅，咁2900万呢一度，我唔敢講話好平，但係就我仔細地真係要攞多啲料先，因為個釐數回報比較低啲1.幾厘，咁但 OK 嘅 ，OK 嘅，要 effective say 2900万買呢個位，我唔 surprise 咯。咁我覺得係一個五分位咧，一個五分位咧都一個市價，十分就超貴，十分超平，一分就偏安，五分位咯，我覺得感覺係，但係起碼上一手，如果呢度2900万，嗰時3800万，即係嗰度剩翻落嚟900万嘅啫，咁即係上手大賺喎，咁就大賺之類，所以點樣恭喜買家？嗰陣時我曾經都俾過分，我覺得呢單好嘢嚟嘅，呢單好嘢嚟嘅。咁啊 ，anyway 就恭喜買家，恭喜買家先，咁啊即係買家又好，買家又好嘅時候都買到好嘢啊，恭喜啊！